嗨，我是白本公，他是老师。嗨。那我们现在呢要进行一年一度的交换礼物啊，这个比交换礼物呢不是否圣诞节的，是我们两个生日，因为都没有一直碰到面，然后呢我们就定一个金额比较高，大概3000块以上的金额，然后这个呢是我送老师的礼物，这个是老师送的礼物，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互相开箱对方的礼物，那我们就先请老师来帮我们开箱他我送他的礼物，就是这一袋。好，让大家看一下里面内容物。我就一个一个拿起来。好，这个是正品，这是正品哦，桌历的正品。2023年的年历。哦，年历。对。那还有哇，红包哎。哦，这个应该是同一家的吧？就是雷利欧的，雷利欧的红包，对不对？还有精油讲义。这是介绍啊，精油介绍，所以我应该猜得出来，应该是里面应该是精油芳香类，芳香类吗？还是精油类？还是精油套组？对，还有这个最重要的是面膜，对，每年生日必备的面膜，就是希望他的皮肤可以好一点。最后，我还请那个店员特地包装了一下，还有一个。还有这个耳机，这是我的耳机，我也发现这个是个失误，这样。好，那反正就是开礼物的感觉。这个包装太精细了，不方便拆。好，打开。哇，水养机耶！水养机。一组水养机，这个平常他打翻哦，他还有除了水养机，还附了2罐精油，这是我另外加的吧？我另外加过口手干跟柠檬机精油，哎，对，但是这个水养机感觉就是不便宜，但他有照片啊，他有示意图来着，对。他有示意图吗？有哎、欸，有啊，他示意图。好，他的示意图长这样，这就是他水养机本身，然后里面还附了，就是我再多买两个件，一个是佛手柑，一个是柠檬的。哎、啊，你可以打开闻一下那个味道，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是个人的，所以我不太确定老师他能不能就是接受这个味道，所以我有点紧张，期待一下。可以，因为你打开来闻，因为你打开的时候就有味道了，真的假的？对，真的，一打开就有味道。就这两个味道是你 OK 的，这两个我觉得这两个味道很清香，应该就是睡前的时候点下去，让它喷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蛮好入眠睡觉这样子。因为它那个水养机就是你滴几滴，你闻的味道它滴下去会更淡，所以呢就是那个还是说就是看个人嘛、啊。然后因为我觉得你是比较应该不会喜欢那种很浓木质调或者是花香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挑一个安全牌，对，所以谢谢本公。好啦，换我要来猜老师给我的礼物，来拆开看看是什么。他拆开以后我有故事的，就是这一个我送的这个赠品其实是有含义和故事在里面，对。我要很粗鲁把它拆开，这是什么？哦，麦克风，无线麦克风。拆得慢啊！一个无线迷你麦克风。好，我要先介绍这个不是说很迷你，因为它就是1:2，所以就是一个主机它可以对2只麦克风。对，因为本宫刚好现在在拍 YouTube 嘛，那我觉得它应该在收音方面，好在讲的方面就比较没有比较的清晰。那或者是说到了外面以后拍美食或者是甜点，或者是在讲旅游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收音的效果，还有在讲的效果就可以更清晰。那这一组它是1:2，一个主机2只麦克风，所以假设未来有机会可以跟本宫同时录 YouTube 的时候，就是2个人就有同时就有麦克风，就不用拿来拿去。但是这个还有更好的是，它会保固哦，这一组机器保固1年，
对，所以他就要小心猜。对。其实长大还可以有夹在那个领子上面的，哎，这个还不错，这个功能上，讲话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夹。但他这一排是最好的，是说，因为我那时候去年要送本宫的时候，我其实知道他要换手机嘛，所以他现在这一个就是无论安卓或是 Apple 的手机都可以使用，这个就是他的那个主机插进去他就可以用这个部分。对，所以我送这个含义是要预祝我们的本宫以后在不论拍 YouTube 或拍美食频道都可以，以更好的品质带给大家，所以才送了这一组的礼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互送对方的礼物，现在呢就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那我们下一次礼物再见，拜拜。